我们家洛是政策的事儿，往县里跑，所以我劝他了，可他不听。那现在事情办成了吗 ？Thank you。 成了，他们可能现在都回城了吧？可能。你跟他们不怎么联系吗？联系啊。前两天周五还给我写信呢，他说要搬家，也不知道现在搬了没。信呢？周五的信。啊。对不起，我没带在身上。他现在写信，还是这么龙飞凤舞的。是啊，他一直性子很急。你跟他。 是同父异母是吧？啊，啊，不是，其实他不是我爸的孩子。啊？那他是谁的孩子啊？他是我爸剧团的前师和另一个女演员的孩子。是吗？这事儿太有意思了，你再仔细给我讲讲吧。这事讲起来时间就太长了。孩子还好吧 ？Peter， 很好。 他的事不用你管，咱们还是说说周五吧。他怎么可能不是你爸的孩子呢？你怎么没把孩子带过来？周文，我今天能来见你，只是想知道周五的消息。你要是不想说就算了。希望你以后不要来打扰我。再见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就想见见孩子。威廉，Never mind。 好，我跟你讲。好。其实周五欠我们家太多太多了。 或者琴，哎呀，夕阳哪根儿？夕阳，看天，哦，往后退一退，哦，再往前一看，苍，哎，老师傅这一带呀，就更远了，这样子不错。 包叔，怎么了？来来来，包叔，你也喝口水。包叔，还能坚持？对不起啊，没事儿，咱再来，重新来。好。郎科长，这能行吗？这上去还不砸了？要不？ 还是让大赛上吧。榨菜不行，拉东西连汤水都落了，咱们这戏得高要求。周五，周五行。周五，周五拉得好。周五是我二哥，他胡琴拉得特好。他是你二哥？啊。啊，来，是这样，咱团里没这个先例，谁敢做这个主？你说呢？包叔，周五真行。行。 一定行，好，别把周五找来，你们试试，试试倒行啊。那后边的事儿呢？没关系，周五要真拉得好啊，给他转临时工。
我去跟局里说。那行，不成。哎，把你哥找来。行。你先休息一会儿。二哥，快跟我走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风呼呼火的。你跟我回团里拉琴。拉琴？啊。拉琴干什么？哎呀，你快点儿。双儿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妈，您别动哎，这也快到点了，一会儿又给您起针啊。二哥，嗯，鲍师傅咳嗽，他咳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他咳嗽特别严重，现在不能拉琴了。然后蓝科长又特别着急，鲍师傅就推荐你，他说你能顶替他。团长让我回来叫你了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是啊，好事儿啊。行，等会儿啊，我把妈这个针给起了，我就跟你去。快！是真的吗？哎呀，我能骗你吗？这么大的事儿，蓝科长还说了，先来试用，要是拉得好，要是得了奖，给你转正。哎，妈，你别动啊！马上给你起针，马上起针啊！哦。真好，你识谱吗？简谱我会，我们这儿都是简谱。那抓紧排练吧。那好，大家散了吧。啊，各组抓紧啊。啊，晚上连排啊，散了。这么大个事儿，咋不跟我说一声呢？那不现在跟你说呢吗？现在说顶个屁用啊！都生米做成熟饭了，爷。我跟英姿是假结婚，你别误会。结婚证上盖着政府的大印呢，闹着玩的。您来眼里有国法没有啊？那你说当时那情况？你闭嘴。大壮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英姿说句话。哎。何秀，你爹妈也是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连个信儿都不给我捎。这眼里没我这老头子。我爹要来找你了，我不让他来。你要有气儿，你冲我撒啊，跟他俩可没关系。冲你撒，都是我把你惯成这样子。你说吧，今儿晚上咋住？啥玩意儿啊！你跟人大壮结婚了，不得入洞房吗？爷爷什么爷呀、啊？脚上泡自己走的。你既然选择了大壮，就不能坑人家。我坑他啥了？你跟人结婚了，连洞房都没入呢就离，这算咋回事啊？你给人留点脸不？我给他留脸，那我成啥了？成大壮媳妇了呗？你成啥了？当初没想到这步啊？那不都是假的吗？结婚证都领了，手印都摁了。这就板上钉钉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今晚上，你跟大壮就睡我那打更的工棚子，简陋点，不过也有好处，离他们那个干活的工棚子远点，省他们这帮小子来闹腾。谁敢闹我呀？可行了吧？我看着您这点灯的了。
这是结婚大事啊，可不能开玩笑。你不会真想让我？我就是真想。经过这些事儿，我早就看明白了。大壮腿不好，但心眼好，比那二的花里胡哨的强。不行，肯定不行。爷，我以后我下回我都听你的，行不？不行，今天晚上你必须得跟大壮那啥。你得给人有个交代，这个洞房必须得入。我要不入呢？脚长在你身上，你不入我也不能绑你，我也不能打你，我就当没这个孙女了。爷，你非得要这样逼我吗？我不是逼你，我是帮你把这圈画圆了，这也叫缘分。啥缘分呢？我跟他呀，我在你眼里就那么不值钱吗？这看咋说呢，大壮是论个头、论长相、论才学都赶不上周五，可是大壮心眼好，知道心疼人。你看他跟周双结婚两年了，孩子都那么大了，他还能把那个双顶到脑瓜门上供着，这一点看这就是个好孩子。就因为一句想回城，说舍，一咬牙就舍了，这一般人也不行啊。那倒也是，可那不是对周双吗？对你也错不了。你们班对班的那帮小子，要想从里边找出一个不喜欢我孙女的，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。喜欢不敢说，那就太多了。只要你诚心诚意的对大壮好，大壮对你肯定错不了。他结过婚，我咋地也不能给人做填房的吧？领结婚证的时候想过这个吗？怕过这个吗？我知道，你心里还放不下周五。要不为他，你也不能走这步险棋呀、啊！你瞅他们家做这事儿啊，一出一出的，他们为别人想过吗？爷，你那是不了解情况。周五吧，他想报恩，他吧不是周叔亲生的。我知道这小子懂点侠义，想报恩也不能把自己女人搭上啊。一个男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，还能让自己的女人替他扛点什么？你这个男人，这没出息。我知道，你俩的事儿啊，从头到尾都是你一头热。现在你该醒醒了。现在人家是城里人，城里和农村那是两个世界。以前你俩都是农村的，一个河沟里两条泥鳅。现在人家龙归大海了，还能想起你那河沟里的小泥鳅啊？能，他答应我的。不能，就冲他今天让你上刘家的车，他就不能。反正不管咋说，这洞房我肯定不入。哎，爷，放炮了！指挥部催得紧，咱们的进度又挨批了。昨天开始，我组织人放炮了。能行吗？哼，能行吗？爷当年修水库的时候，那是爆破标兵，县长都给我带过大红花。那你安了几炮啊？30炮，上午15炮，下午15炮，今儿下午我就能赶上进度了。爷，你装了几炮？有哑炮。爷，爷，有哑炮，走去看看去。爷，我上上面看看啊。啊。大壮！
那一年，我以为我们家和英姿姐的缘分就此结束了。后来过了很久，我才知道我们走后发生了很多事。爷爷死了，大壮瘫了，刘父也因为在村里横行霸道被撤了职。而我二哥和英姿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。完了没？啊？完了没？完事儿了吧？呀，这咋还有点拉稀呢？哎，那个，你让那两个老犊子来呗。咋的？嫌我伺候的不好啊？你这媳妇儿啊，真没啥说的。下面宣布表演一等奖名单，共三名。第一名，剧目《返程》的主要表演者周双。恭喜你啊！请获奖者上台领奖。爹呀，白天了，这些钱呢，你别省着，可着劲花。7月15我还给你送来。这说话了，这阳间的钱咱没多少，但阴间的钱啊，管你够花。英子啊，咱走吧。我不回，我再陪我爷待会儿。行了，走吧。人死如灯灭，这百天的纸也烧了，爷爷也可以远走高飞了。这回啊，咱得回去琢磨琢磨咋过咱个人日子。我不回去，一会儿我就去医院接大壮。啥？人都那样了，你还往上扑啊？人刘家都不管你管。他都那样了，我不管谁管？这看来我们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，是吧？跟我回家。我不回，接完大壮我就直接去老刘家了。你回老刘家？他们老刘家是人吗？都多少日子了，就上医院去一回，完了不管了。那药费都盯你名借的10000多块钱，你高啥还？用不着你们管。我们不管谁管呢？小英子，我可告诉你，我跟你妈可忍你多少年了，这回你爷爷没了，我们再也不能惯着你了。跟我回去。我不用你惯着我，不跟你说了要接大壮吗？你缺心眼是咋的呀？人家老刘家早就放出话来了，大壮结婚了，分家了，他爹妈都不管，你接着他们干啥呀？别不说，就那10000多块钱的机会，你拿啥还？英子啊，这关键时候啊，咱一定要头脑清醒，不敢感情用事。这人物远虑，必有近忧啊！得得得，别卖那门词了。你说回不回去？不回。我爷把我许给大壮了，我就是大壮的媳妇儿。你爷，你爷净干那不着调的事儿。他现在死了，你也跟着死啊？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到底回不回？我去老刘家拿钱去。哎，英子，你站住！小英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把那个摊子给我接过来，你就永远别进我家门。你看他这玩意儿，算了算了，这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你别跟我转。哎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下面播送本县新闻。本台消息，我县京剧团参加全省汇演，今天将再遇归来。在这次全省汇演中，他们创作表演的剧目《返程》荣获优秀剧目奖，编剧《兰亭》荣获编剧一等奖，青年演员周双荣获表演一等奖，琴师周武获优秀伴奏奖，县文化局获优秀组织奖。本次播报到此结束。英子，这广播听了吧？啥呀？
啥呀？哦，周双得奖了，周五也得奖了。行啊，你们这出戏演得不错呀。啥意思呀？问我啥意思？你自己不明白啊？我说呢，你怎么这么老实啊？大庄县医院三个多月，你天天伺候都不烦。哎，原来根儿在这儿呢。啥玩意儿乱糟的？钱呢？借来了吗？钱再说。你告诉我，你们咋商量的？商量啥呀？跟周五啊。哦，三个月一面没见，你唬弄鬼呢你？我见他干啥呀？大庄那离不开人。呸！你当我是傻子呀？你爱信不信吧，赶紧把钱给我，一会儿赶不上大客了。李英子，你要真要有什么想法，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要不你别后悔。我要急了眼了，我啥事都干出来了。是，你啥事儿干不出来呀？你儿子他们半拉身子在医院，你统共才去一回，你啥事儿干不出来呀？我去一回咋了？我就是要观察你，看看你葫芦里卖什么药。这回怎么样？真相大白了吧？周五周双都安排妥了，啥时候来接你啊？他接我来干啥呀？我现在是大壮的媳妇儿。你甭糊弄我你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真没那功夫。要是我爷不死，大壮不贪吧，你别想留住我。但是现在我认了，行吗？钱赶紧拿来。钱是借了，你还得画押。你快点吧，一会儿赶不上车了。这是一千，这是字据。这可一万三了，爱多少多少吧，虱子多了不怕痒。你就是跑了，这债也还不了。你放心吧，死了我都认。哎，英子，要不我跟你去啊？不用，你把炕烧热吧。哎，刘叔，啥反应啊？吴叔，我咋整不明白了呢？奇人，真是奇人！这要是真的，那不成《烈女传》了吗？是啊，我也不明白。你说三个多月一百天吧，啊，我跟他妈就去过一趟医院，都是他端屎端尿的伺候着，啊，医院要钱，每回都是他打欠条、签字画押，那眉毛都不皱一下。你说他要是跟我们大壮以前有那啥也，你说他图啥呀？整不明白，他跟他姐一样，做事儿啊叫人整不明白。这侠肝义胆，要是说书论古的，那倒是有。这真事儿，咱们谁也没见过。这一老一少啊，真是不一般。我在琢磨着，吴叔，是不是以前？咱们太小瞧他了。哎呀，你们也是，这儿子住院，你们怎么就去一趟啊？我这不是想看看他啥表现呢？他真要撒手不管，那我招多了。可现在你说，真整不明白，让我佩服，也让我发懵。老哥，再多住几天，着什么急啊？回家能干啥呀？不住了，等明天拆完线呢，我就得回去养着了。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，这地呀、啊、是咱自己的了。我寻思啊，挂出钱咱再多敞他一遍。那你也下不了地呀、啊？下不了地，咱还不能支支嘴吗？你是不知道，我那俩儿子，你不支持他，他不动弹。大叔，你们那儿把地都分了？哦，没，集体的地，谁敢分呢？咋的？信不着我呀？很多地方啊都是偷着分的，但不敢说。那未来啥样，说不准。那分了好不好呢？那还说啥呀？自个儿的地跟大棒轰的能一样吗？你到地里看看，连个草刺都没有。咋的了？我看见周双了。在哪呢？就搁那个大汽车上，吱吱的。做美梦吧你。走了。我不跟你回去了，啊！闹啥玩意儿啊？不都商量好了吗？我改主意了，李英子，你对我够意思了。我现在这样式的，不能再拖累你了。你自个儿回吧，你去把那两个老犊子给我叫。
删你啊！不行那样叫啊！你说他俩哪是个人啊？我管哪是他那亲儿子？他俩不是不管你，是怕我不管你，知道不？想他们回去不就看着了吗？我想他们干啥？我是怕拖累你。英子，够意思了啊！你回吧。我走，我走，饿死你！饿死就饿死，饿死就利索。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你，你走不走？我不走。你走不走？别走！我不走。看你走不走？走不走？你走不走？你走不走？你走不走？走不走？走不走？又哭上了，给我憋回去！啥玩意儿？整我一手大鼻涕！你干啥呀，李英子？憋回去。走。管我干啥呀？来。起，来，来，起！我说大兄弟，听话，回家吧。哎，那啥，我送风去。哎，老哥，那小媳妇儿啊，真丫头，不容易呀、啊。那两条腿呀、啊，全瘫了。那可不是，刚才听那护士们说呀，完全一个废人了。就连那事儿啊，都不行了，白瞎了，多好的一个小媳妇儿！同志们，首先。请县领导给我们讲话，大家欢迎。好，大家好，这是隔了这么多年以来，我县剧团第一次参加了全省汇演，就获得了如此的优异成绩。我代表县委、县政府、县人大、县政协和全县的工农兵群众们，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。接下来啊。请获奖的同志走上台来，来来来来。下面请县领导为我们获奖的同志发放荣誉证书。这次我们去县里文艺汇演，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，包括剧目奖在内，表演、导演、编剧、作曲、伴奏，一共六个一等奖，七个，还有个组织奖。对对，把最重要的奖给忘了。刚才大家呢也都听见了，县领导给了我们高度的评价和肯定。可是同志们，我们不能骄傲啊，因为我们要更上一层楼，我们要向更高的荣誉冲击。我说了，下面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省文化厅已经正式通知我们，推荐我们这个剧目去首都北京参加建党60周年的文艺汇演。鼓舞人心啊，同志们，我们这是一个县级的小剧团，我们要去首都北京给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进行文艺汇报演出，这在我们县，我们这整个地区，这都是第一次，而且这次省、地、县的领导都非常的重视，给我们这个剧目拨了专款。这回要从化妆、服装、道具、布景、灯光还有音响设备做全面的更新，
尤其是舞美的灯光还有道具，省里头专门派了专家给我们做指导。说实话，我和团长压力还是挺大的，因为什么呀？没时间了呀！从现在到去北京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，同志们，我们都得拿出点觉悟来啊！我们必须要发挥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不打算安排大家放假了，而且晚上呢要连轴岛的拍戏，我们必须要拿出一台高水平、高质量的剧目，向党的生日做贺礼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团长，团长，那个对不起，我想请两天假。干嘛呀？那个我得回我那个插队的地方去一趟。周啊，关键的时候，你的事儿呢以后再办，好吧？这真不行，我必须得回去的。这时候也到了，我得回去看一熟人去。什么熟人啊？就是我房东。说白了吧，是我对象。我还当什么大事儿呢？周五啊，在这个关键时候啊，那个看对象这个事儿，就不要再考虑了啊。我宣布一条啊，在这个关键时候，大家把个人的事儿啊都往后放一放。我这么说吧，除了性命攸关的大事儿，一律都不准请假。啊，团长，团长，我就去一天行吗？我答应人家了。半天都不行。你个人的事儿再大，它也是小事儿；公家的事再小，它也是大事儿。我再宣布一条：从今天起，没有领导的批准，不论什么理由，一律算旷工。旷工，我们就开除。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。中午，你干什么去？我要旷工。中午。二哥，二哥，干啥呀你这是？哎呀，让我回去吧，我这实在待不下去了，我必须得回村看看李英姿他们呀。为什么呀？这么长时间你不也过来了吗？双儿，这话你可算是说对了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当初离开的时候我就答应过英姿，我说了，等咱们家都安顿好了，我就回去看看他，我去接他。现在咱们家怎么样啊？咱奖都得了吧？你在团里边也算扎住根了吧？还有妈，那腿都让我给扎不好了，快！可这么长时间了，那英姿他们过得怎么样？咱知道吗？我要再不回去看看他，那我还算是人吗？可是你现在这样走算旷工，那开除了怎么办？开除就开除吧。我跟你说实话，见不着英姿啊，我在这一天都干不下去了。那英姿当初对咱家可是够意思，做人不能没良心。你啥也别说了，早去早回。啊，二哥，你替我看看大壮和丫头。我明白。我哥呢？在家呢。啥事啊？慌慌张张的。这老七，哥还下棋呢，出大事了。啥事儿啊？周老二回来了。在哪儿啊？在公车汽车站。我看见他，我汽车马上就回来了。这是衣锦还乡，接李英姿来了。英姿啊，你走吧。上哪儿呀？回娘家呗，别回来了。我不来谁管你啊？这不到家了吗？肯定有人管呀。你有媳妇儿，让人管啥？你快别提这茬了，行不？快走吧啊，一会儿天黑了。天黑怕啥的？有电灯。你看你这不是装糊涂吗？你要在这儿住一宿那就完了。玩啥呀？你有那能耐呀？不是挺大丫头，你咋啥都说呢？说说怕啥呀？我还得跟你过一辈子呢。那不把你坑了吗？我乐意。不是你说我吧，要是真有那个能耐也行。那你说现在算咋回事啊？这是啊，糊涂庙装糊涂神儿，挺好。我刚才看你妈在那炖小鸡儿呢，这次回来啊，他们态度不一样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。一会儿吃饭的时候，他们让你喝酒，你千万别喝。你放心吧，我没周双那么窝囊。谁呀？英姿，我能进来吗？进来吧。叔，在自己家敲啥窗户啊？以后别这么客气啊。哎，五爷，快坐。哎哎，
哎呀，这丫头多懂医术。别笑话我了，谁都知道我愣。咋的？啥事儿？周五回来了。在哪儿？啊，老七在公社瞅见的，估摸着呢，就是架不良再有半拉点也到家了。他一个人啊？啊。他是来接我的。怕是。英子，啥打算？要是我说我想跟他走，那你啥打算？我同意。同意个屁！啥意思吧，刘叔？没啥意思。我现在也不是大队干部了，大壮呢连地都下不了，他妈就别提了，那更是个窝囊废。我们刘家现在是没能水了，谁也拦不住你。那我走。行，但是丫头你得带走。你让人家带啥呀？你现在都这样了，那孩子咋办呀？咋办也不用你管。你自己连包屎尿都送不出去，你逞什么能啊你？英姿不带也行，那就给他亲妈送，这合情合理。哎，我看这办法行。周双呢，现在是个名人了，又出门又得奖，那孩子不是也沾光吗？那不行，当初都说好了，这事儿不能漏。当初那不是因为有英姿顶坑吗？你现在都拉了胯了，你不能连累人家。英姿这也挺冤的。行了，别在这跟我念秧了，我本来就没想走。既然我爷把我许配给大壮了，我就不能轻易扔掉他。婶儿，你小鸡儿炖的咋样了？啊，那个炖上了，就差下粉条了。那赶紧下上吧，周五都到咱家门口了，咋地，咱也得安排顿饭吧，是不刘叔？细细的一根线。
到终